民视重磅造星最强选秀，打造全能歌手。既然是全能歌手，他就是一个站在舞台上能够延续到最后，成为全方位的艺人。我们缺乏这个艺人很久，真的把难度再提升了。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华语乐坛下一代可以再快速提升。把自己的能量爆发出来，让我们看见你们最大的潜力。生命力，他们渴望舞台，渴望表演。我觉得那个展现出来的灵魂是我最想要看到。真正准备好站上舞台了吗？近年来最新、最大、最经典选秀旗舰节目，全方位打造下一个金曲歌王歌后。7月22日周六晚上8点，民视《全能歌手》重磅登场。